帮的人上盖水，希望永远看小水。阿扁啊主持的有梦上水，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的欢迎和感谢咱大家会当准时来收听收看每个拜日下早时十点至十一点所播出的《有梦上水》第36集，我是阿扁啊。今仔日的特别来宾就是多才多艺啊，全方位的艺人，嘛是五届金钟奖最佳主持人。人讲是这个主持界的一哥，嘛是主持界的天王。主持界一哥是郑敬一，啊，就是咱上届感谢的彭恰恰，彭哥。啊，平东好。啊，高赞。啊，首先向咱大家先请安问候一下。啊，当然，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还是听众朋友。大家好早，今天礼拜啦吼，透早上节目是较阮较袂惯习的代志，但是压着来啊好，真系无啥困。拍摄，我你透早来到高雄安尼，伫节目开始，咱先听一首你的歌曲。好，起码啊，咱啊来唱三遍，第一遍呢哈。第一遍要反复哦，小朋友来试看嘛。第二遍老师来独唱，第三遍我们大家一起来啊。好，从前奏来。恰恰，恨恰恰，恨恰恰的鼻孔大，恨恰恰，恨恰恰，恨恰恰的鼻孔大，因为细汉的时阵，用砖头啊挖鼻孔，挖甲两孔乌人人，实在惊死人。恨恰恰，恨恰恰，恨恰恰的鼻孔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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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细汉的时阵。用砖头啊挖鼻孔，挖甲两孔乌浪浪，实在惊死人。恨恰恰，恨恰恰，恨恰恰的鼻孔大。恨恰恰，恨恰恰，恨恰恰的鼻孔大。啊，台湾的囡仔歌。彭恰恰的鼻孔大，是是啊，这首歌
嘛是你做的吗？不，啊，这首歌我嘛是先听到，这个拄啊，迄咱咧听的老师是施福鼎老师，对，嘿，中华啦，哈，对，施福鼎老师，伊要写这首歌之前，我唔知啊，哦，嘿，伊有经过你同意？当然头先无事先的这个，讲写好，要发表的时阵，啊，将这个先发表，哦，先发表，发表了，啊，了他将个词啊，甲曲达。无，伊在催我，伊催我讲歹势，歹势无经过你的同意吼，就甲你写做安尼。我讲老师你客气啦，一个人还袂往生就歌，感觉真高兴。而且啊，听你讲，伊是听到这个张小燕啦吼，讲发觉你的大鼻孔，啊有一个灵感嘛，啊他用你来做题材，啊来写一首歌，讲是安尼。到过去嘛无感觉家己话大腔咧吼。啊，其实你讲大腔，我嘛真大腔。迄是小燕姐形容伫咧这个录音现场嘛。哎呀，我因大鼻孔都白，我大家，我说啊有影咧，啊不呀，迄个过年唔用迄个贺年卡。对。有一张是安尼，我袂记老咧，无猜，伊是顶个一个笑吼，会活动个笑，啊鼻孔只大孔，伊就讲量量你的鼻孔有多大，你的运气就有多好。即个贺年卡做安尼，是安尼，无猜，就是讲，迄阵啊，即变作一个标题出来。是啊，啊但是彭恰恰个鼻孔大吼，啊另外会讲话都大鼻孔啦吼，这首歌个歌名，啊尾啊会当列作。啊，这个国民学校应该被教材啊！哦，阿妈去予人选到讲这个全国儿童歌谣比赛指定曲的第一首。哎呦，这个我唔知咧。对啊，啊，所以真正你咪感觉做光彩嘛？光彩。哦，用你做题材，啊，我就咧笑讲吼，啊，你感觉光荣是因为呢，你都爱未死，啊，都。歌就对了，哦，啊，你若讲蒋公，伊是死了，到一个蒋公纪念歌，对，哦，啊，所以讲蒋公，伊是叫做蒋公纪念歌，啊，你叫做啥？哦，这不能叫纪念歌，啊，不，那个捧歌纪念歌，开玩笑啦，哦，啊，确确实实哦，真的足好听的一首啊，这个囡仔歌，啊，这个施福鼎老师吼，因讲是台湾吼，啊，这个囡仔歌的园丁啊，足客气的，啊，写差不多400+首，哦，啊，搁另外一首啊，足有名，就是大家人差不多人笑过啦，点啊歌，点啊歌，你们就看，哦，对不，哦，啊，这个就是伊的作品的，对，安尼就大家就较清楚，一首歌迄个声个，对。伊卡靠滚暖暖，也会那老腿暖。对，有这声个。对。啊，所以伫遮吼，咱过来回想啊吼，南里的鼻孔大鼻孔有关系。对，讲2015年吼，我有看这块。哦，这个天后二姐啦，江蕙啦。哦。啊，你嘛有去参加伊这个祝福。诶，演唱会嘛，是哦，啊，伫这个演唱会，伊啊，你邀请去哩，安尼两个合唱嘛，甲江蕙二姐吼来合唱，啊，合唱这条叫做《秋雨》，秋雨迄阵，迄阵梅嘛吼，啊，这是情歌呢，对，哦，啊，我想想奇怪，啊，低头看到尾，啊，你到底先咧唱这个情歌呢？啊，伊就，啊，你想讲？啊你咧笑，啊伊也咧笑，啊两个咧对笑，吼、嗯哦，啊你行来，啊伊就行过，啊根本拢总背对背啦，拢无面对面的对啦。头前有啦，啊、是因为来对我的心肝，一看到我都恶过啦，因伊也笑场啦。是啊，啊我是好奇怪，啊都无想咧笑迄个情歌咧吼。安尼嘛是一个效果啦。对啦，啊听伊咧讲，伊是讲，那假使讲面对面啦，吼面对面的时阵吼，伊看到你，那看到迄个大鼻孔。啊对对，过发光。过发光。哦啊，所以就真趣味啦，迄地吼，我有真正看甲安尼笑甲。安尼啊，但是你讲秋雨迄阵暝啊，笑了，好、嗯哦、啊，你个意犹未尽呢，哦，赶袂落台，搁做伙，搁唱一条啊，这个梦中的情话嘛。我拢总唱四条咧。哦，唱四条。一讲。对啊。系啊，这破所有来宾的记录。是。地表最强来宾。
啊，当时你讲哦，归去啦吼，你啊求婚嘛吼，啊讲啊啊看干脆吼嫁予你就好啦。伊讲嫁予你上舒服啦，因为你是姓彭嘛，哦彭嘛吼，啊伊刚会嘛，對啊即姓彭啊娶姓刚的，姓刚的嫁予姓彭的，啊叫做彭刚嘛。彭刚，是啊，伊就是袂使嫁予许孝顺，你姓刚的来嫁予姓苦的，叫苦刚嘛。啊，若娶生个佫艰苦嘛，艰苦，啊，都会啊。嘿，啊，你碰柑是足好。是啦，是啦，啊，但是嘛是要嫁予你啦。啊，迄当时哦，伊安尼请你安尼上台啦，吼、嗯，介绍你上台时阵，伊有问一句，即个下骹的观众朋友啦，讲、咱即个前碰恰恰有缘投无啦。啊！你爱记这些东西，下卡的观众朋友，因是安怎回答的？哦，伊这是安尼，伊这演唱会敢那一个，敢那在变魔术嘞，带卡的安尼。所以，主角的梦想，下卡的观众面对的，他是因有啊，无我咪袂记哩啊。我记我听到是有啦。对啊，大家无讲演导啊，啊无演导无嘛歌唱啊。哦，你这卖名改成。哦，对不对？哎，我听你在改做歌手，你要变做歌手啊，改歌手啊，对不对？无演导嘛，歌手啊，啊，不是咱同款吗？是哦，所以啊，你讲的讲有演导无演导，问恁老母想知啦。对哦，啊，所以你讲倒等于家己嘛，是是、哦、啊，看妈妈九十几岁啊嘛，哦，啊妈妈嘛讲诶，咱彭恰恰哦，伊个囡仔哦。是上界烟斗的啦，咁是安尼，啊，愈看愈烟斗嘛，啊，老母看囝就是安尼，你无你嫌囝歹啊？哎呀，我咧逐工敲电话，阮妈拢讲，哎，较早叫阿灿啊，我阿灿，我看你安尼也无比人较歹啊，你遐西装吊吊的哦。诶、欸，佫不哩爱引导呢，我呢，啊不啊不，卖讲迄人个笑，有阵时只摆录音会卡电话出去，是 call out 嘛，对啊，所以会播出来，是，咱就会歹势啊，是，恁囝生安尼，你甲讲引导，哇，所以你写出来，你合作即个已经彭张灿嘛，对。对不？对，阿伯也搁改名嘛，是改做已经彭高尚嘛，哦，歌手嘛。刚才不是姓贾？啊，实在哦，有够好笑哦。啊，但是哦，讲到你的出身呐，吼，讲到妈妈嘛，你刚十一岁，一款十一岁嘛，吼，啊，爸爸就来离开了。伊离开无啥物理由啦，就是这个老爸香港不见。嗯，就是啊，伊个是安怎放某放囝放的对？讲起来就是放某放囝，但是什么理由我唔知啊。你嘛唔知？我细啊，我从细啊。啊，到这嘛敢知？唔知。你嘛唔知？是，所以嘛，我得到是讲，恁老爸都忙啦，跟人讲忙嘛，叫啦啦啦啦负责啦，我听到是安尼。那实际是不是安尼？唔知啊。你嘛唔知？那我是讲，我是讲中秋节，我特别搞。我咧去想这样代志，伊摕只月饼转来，阮老母甲迄月饼拼出去，门甲锁起，无必要入来。哦，所以这款的真，我也想讲，我即摆在想讲，恁当年到底发生什么代志？无到，没是啦，是大个代志，咱做囡仔嘛唔敢问啦，啊嘛唔知呀。对啊，所以生活过得少艰苦。是啦，啊，所以妈妈嘛去这个中油吃头路啊，讲来去中油吃头路，未歹啊。我中油了，你分做一部门咧。哎，你做一部门。你是灶卡一部门。哦，灶卡啊，灶卡做主厨嘛，未歹啊。唔是咧，洗碗诶。哦，你洗碗诶。哦。哎呀，我那可以坐去中油，因为我时阵啊两三岁。啊，无人顾啊，伊煮饭在迄饭皮啊。嗯啊，饭皮。啊，内底放糖。敢那饭团安尼，边啊呢，做试试哇。对啊，啊你从讲这个去中油嘛，啊去遐生活，啊人食剩的下只饭菜，啊佫带返来，互恁这四个囡仔食嘛。做暗顿。咁是安尼。是。所以细汉你嘛是食安尼大汉。对。嗯。佮汤佮烧啊，就是安尼。是啊。啊，妈妈唔是打工安尼去中油啦吼，你样生活，啊包括暗时嘛，得爱佮加班吼，啊佮因迄款迄个，甲火车诶捆工，迄衫裤啦呢，油落落啊，得佮，
洗几波洗袂清气，一款的，甘是暗时得阁洗。是，真歹洗，因为因人的手也好伊啊。系啊系啊。啊，洗洗，今日刚拍打收顿下。是是。这是真艰苦，但是讲拢讲，台湾的查某人吼，天生迄款的认命的态度，值得咱尊敬啦。是啊，啊，所以你国民后五年的时阵，就开始半工半读啊，甘是。是。啊，你免了半工半读，你会当做啥？啊，没有。暗时啊，就下课了。这有一个好处，会使省两顿。对，去捡保龄球。哎呀，好，你去保龄球馆。较早保龄球馆，即卖是用主动的嘛。哎呀，较早是半人工的时代，爱人去你家饲的。对对。啊，捡个杆啊，就叫捡杆啊。你下课了去个遐食暗顿。嗯。啊，就一顿就省起。嗯。暗时啊，做十二点外，搁一个宵夜。嗯。爱搁省起，就一点下班嘛。嗯。大工拢安尼。嗯，啊，那拜六礼拜都下晡落去啊，安尼，都过省一顿，是，厝里都过节省开销嘛，是，所以阮大兄甲我也是捡囡仔，阮两个姊两个姊也是结婚，嗯，我四个拢伫遐咧做食头，是，一工十块，是，一月三百，是，啊，真艰苦的这个细汉的时阵呐吼，啊阿伯呀，你听讲是啥？你讲你啊三块坡。做邮差是安怎？你大人讲邮差送批，去送批是安尼啦。伊邮差这种穿衬衫，但是阮是接送员。嗯。什么叫接送？接送员就是讲暗时啊去上班。嗯。今仔日所有要出口的，要去寄迄个邮袋，包到几袋嘛？再送去火车头，迄敢那牛咧，饲咧，班车塞过来。所以嘛，等于捆工同款。等于嘛是捆工。嗯。啊，一袋三十公斤安尼系，安尼系。啊，即嘛一号人咱都去接等个邮局，所以那下班拢在四啊六点嘛。嗯。当命呢。啊，所以讲啊，一工困无一点钟。一工困无一点钟，因为我两个头路。嗯。另外一个伫即卖五凤技术大学。嗯。在做助理助教。嗯。所以等下困一点钟去上班啦。嗯。啊，再去等下过去邮局上班。安尼连续直直滚，直直滚，直直滚，真正困不一点钟。所以萧强讲，一天只睡一个小时，其实是我，不是萧强啊。真艰苦。是啦，啊，虽然艰苦，啊，老婆对你的要求嘛足悬啦吼。啊，讲啥物你那考无第一名，唔敢当来厝，啊是安怎呢？那是国小的时阵啦吼，国小都。咱若我若第二名，我就唔敢登厝啊！因为伊一定讲，伊勇敢讲阿灿，咱比人较善，所以你一定爱比人较好。嗯，吼，啊，你考试咱来根本六科唔吼，嗯，对啊，因为老师考试做笨笨的，嗯，啊，你有百分之站起来，那起来家己一个人，哇，迄个感觉真好。是啊，夭寿，今仔第二名、第三名，嗯，我都无啥敢登呀，伊一个个天咩暗嘛才敢登呀，嗯，等于着秘密面层内底，嗯，棉被敢若加困啊呢，我阮母就知啊，嗯，第几名？第三个啦，嗯，啊你安尼输几两个？伊就是我感觉迄个心是希望望子成龙，嗯，希望啊都。所以因嘛，因为安尼，即马老师咧教第一课时阵，我读到第三课、第四课去，家己先读。先读啊，吼！啊，所以你用甲第一志愿考掉迄个家长嘛？有，对不？阮是高中第一届嘛，对。所以迄阵啊有淡薄试验的性质，是。是讲即个校我都调几个过去家长的，啊，家长的读一年了后，啊，先到读一年咧。哎呀，就因为爱讲究，讲究用体下个，没来算落去啦。哦，落去咧第一摆两科无过嘛，嗯，第一摆补课生物甲数学嘛，我永远会记。嗯，第一摆补课无过了，第二摆个补课阁无过，无过都爱你落地，嗯，都阁读一年就对。嗯嗯，我咪想想讲阿妹啦，男儿志在四方，不如万里故乡来去他乡，嗯，怎啊去考五专？嗯嗯，俺在读这个台北这个泰山这黎明工专，嗯嗯嗯，读一年又过用体啊。哦。超生无过，翘课啦，学食薰啦，拍麻将，拢伫个时代哦。民国六，太习惯。啊，不，就阮妈就讲，啊，你转转个较近个啦，你莫去，你样个台北，我一抓路，一个天光啊，我多较早回，较早就讲冰块车尔嘛。是。安怎转转台南？转转台南。是啦，行行出状元啦。嗯。诶，啊，我嘛真感谢，讲伫2004年甲2月12日啦，吼。总统府有办一个活动嘛，啊，你啦来参加，啊，咱来举办这个台湾出状元吼，教育百人团吼，啊，这个
灌溉台湾计划的誓师大会啦，是啊，我来咧这个奉茶感谢啦吼，啊，你来唱这个草地状元嘛，对对 对, 對，这条歌嘛，感谢你还有印象无？有啊，我知啊，哎呀，我唱五百几遍，当场啦，因为一遍一遍，你如果来看阿边当当，你伫遐咧打开咧奉茶，这动作看咧是非常的感动，就是讲。在杰出的人士吼，是啦，是啦，台湾啊，我都负责。啊，你关心教育啦，啊，投资教育，投资下一代啦，对啦，就亲像你的妈妈同款嘛，伊嘛是投资你啊，啊，投资伫你的教育顶管嘛，希望讲你会当亲像人嘛。啊，不然你嘛读个大学啊，读个硕士，敢是？硕士我是买啊，再个顶下，我是讲先买基本下两大学嘛。咱来写出去，啥物五专单啊，看无？规期我来拼一个迄个硕士出来。嗯，是啦。过祝你这毕业，安尼啊，虽然钦佩啦，无啦，爱得爱大家出来讲，你娱乐啦吼，你看艰苦的过去吼，啊比我较惨，哎，好，啊无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心内有万古的锁。
欢迎各位回来的节目《有梦上水的现场》啊，我是阿炳啊，今仔日的特别来宾就是全方位啊多才多艺的艺人啊，五届金钟奖的最佳主持人啊，鹏哥啊，鹏恰恰啊，别动啊，独家这条歌《心向天明》啊，就是晚上啊，这个乐团呐，诶，抗议歌曲啦，这是旧年，旧年啊，加这个属啊是咱特别来宾啊，咱彭恰恰你所做的嘛，不，也困难，也困难都是安尼哈，这歌原本你来写国语也写好，对，写国语，但是因为一个旋律拢固定啊，你要再加讲你要写一般的台语的嘛，对，所以因为写歌的这个顺序应该是熟性。啊，讲到这的时阵哦，咱就来回顾啦吼。咱这个彭恰恰吼，啊，既然大家公认全方位的这个艺人啦吼，不管是主持啦，哦啊是讲歌手啦，哦啊是戏剧啦，哦啊你会使样样都行啦。啊，你感觉讲啊，伫这几方面，啊你感觉上界骄傲、上界有成就、啊上界佳意。上较有兴趣的，啊是对一方面主持，哦啊歌唱，或者是讲戏剧。古早一开始是爱唱歌，对，是因为生安尼无符合做歌唱的条件，真的这是真的，所以一直无机会通接触到唱片啦，是啥这个代志、所以就变做主持嘛。主持一开始就是你先做安尼嘛，开始好去做主持，慢慢啊学，慢慢啊搬戏剧，才有机会通倒转来出唱片。所以。尾后发觉，音乐嘛是我上解解，所以我即卖坐咧录音室，外口唔是内底个，内底是歌人咧录音，我是外口迄个算指导迄个人，制作人就对啦，遐是我上快乐个所在，是，也袂记咧时间，所以音乐嘛是我最爱，是，啊，其实你在得到这个五座金钟奖啦吼，迄袂啊个恁简单呐、啊。啊，包括连环炮、超级状元，吼、哦，这个黄金夜总会，刚两届嘛，个超级夜总会嘛，最佳主持人，不管是综艺节目啦、文教、资讯啦，或者是讲音乐、歌唱的综艺，拢总有法度人得奖嘛，是，确确实实是安尼嘛。无啦，安尼就都拄拄好啦。啊，所以你是差不多查甫的主持界吼。你应该是得到上届杰作的金钟奖吧？这敢那有人统计过，敢那是的。当然查某的，还有一个沈春华，超过十届。另外一款型啦。因到即马跳啊，拢用迄金钟奖。
啊，所以吼、哦，那既然是这个五座金钟奖吼，诶，最佳主持人呐、啊、吼、嗯，哦，啊你当下吼，啊无咱得来考看卖啦，啊当然嘛是要大家见识一下啦吼，啊是唔是讲安尼，咱先来吼。你最擅长的这款模仿秀啦，哈，诶，真正笑到安尼，当得晒歪就对了，哈。你模仿啊，是不是？现在想来这集，你有想要模仿，叫我模仿下。啊，无咱就先阿杰啦，我定下看你变模仿。阿杰啦，你先阿杰啦好啦，哦。你讲迄个《唱段歌王》嘛？嘿啦，嘿啦，嘿，而且嘛做无简单嘞，嘿。安尼，你也又介绍开始，你给我介绍。啊，咱就欢迎陈赞哥往阿杰来头。好，来，咱现在有帮上水啊，要来欢迎陈赞哥往阿杰啦。伊唔捌如果就管伊啊，伊看这种伊高头啊，我伊一手特色，伊就是牙买骨一定牙啦。对啊，我这边一手一定是啊。对啊。各位亲爱的朋友，咱大家好，大家早安，大家快乐，我是阿杰啦。啊，给啦！你只要无什么，你不当我上午大家就起来起来，甲大家讲说说。喂，啊，伊歌声特性哦，其实是唱台语歌非常有感情。嗯嗯。我先表演两句个台语哦，大家听。嗯嗯。伊下半生的文说，伊读壳是一个重点。对。我比别人卡认真，我比别人卡打拼哦。为什么？为什么比别人卡歹命哦？心念的吉他声哦，愈弹是心愈痛。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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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就国语啊，是，这可能大家较少看，阿杰来唱国语歌。嗯，小丑，小丑，是他的心酸化作喜悦，呈现给你。还都跟各位，一公会平常时就上班的呀，是啦，是，哎，安尼感谢，感谢阿杰啦，来上班的节目，是，啊，无刷入去吼，我也做思念的一位啦吼，有，咱的先拜吼，伫2018年吼，正月十五啦，啊，我甲伊最后一届伫这个翠山庄来见面嘛。啊，尾啊，搁见面，就是伫即个淡水伊个告别式嘛。伊就是咱所尊敬的李登辉前总统啦。我相信哦，我捌看过你学过伊啦吼。啊，所以我真思念伊。啊，咱希望会当邀请咱李登辉前总统来上咱有望上水的节目。咦，你是安尼啦吼？是因骨都转来上节目啊，大家卖惊啦嘿，因为即马七月嘛吼。也是那呢啊，个只阿边啊呢，隔年讲就是真在时间啦吼。我咧就较早啦，就知讲这个阿边啊，将来是非常的有前途，一定我都代表咱这台湾人啊，替咱台湾人啊呢打拼，争取高贵，尤其是呢。这是伊是伊这个庄家出身的这个人呐、啊，因公是咱台湾的代表，所以咱都要以阿扁的精神为精神，一定要咧讲这个有望上水，希望上水，咱大家做伙爱家拍拍鼓咧，拍拍。我、哦、这个是啊，这个常常是这个有出国，这个是演讲的机会啦，全程用这个是英文来演讲的，这个美国那个康奈尔大学啊，我也是用英文的。这个是 the people's wanted always in my heart， 你了解不？民之所欲，这个是藏在我心呐、啊。Thank you very much。啊，谢谢，辛苦。哎呀，会使讲咱李前总统啊，过用了第一届啦吼，甲阿扁啊也当来同台同框。较早难怪有迄、那个有迄个李总统唱歌的拍摄，北部的北部的，一想到底买偌济，北部北部的，
即将到底卖我一凊彩书在书在里提，玫瑰香玫瑰香玫瑰香拢提去。可差我两个算了，拜谢。是，真感谢吼，再刷入去，咱来看到这模仿秀了后，嘛得爱来见识一下啦吼。咱这个特别来宾啊，彭恰恰伊的功力啊，无过来。一集啊，助弹助唱，安尼好唔好？啊，今日你倒有带来啦，系啦，系啦。这吼，各位，这讲像阿扁节目是，这广播是阿扁总统，这是无薪水的吼。今日无弹，阿杰，你想要听啥？金短。哎呦，金短啊！你哪知这条歌？啊，嗯，啊，这条的你嘛是你的招牌歌啊，听过过来改过啊。这条歌是我亲们后生啦，每一个时代拢是希望讲。哎呀，你作词啊，作曲的啊。拢希望讲囡仔看下，讲阿伯什么做什么，其实囡仔来健康平平安就好啊。是啦，是啦。所以我就看阮后生囡仔教歌，陪我写这条歌叫《金大》。一日看。你还阁足细汉，一直毋望你的金大汉。时间毋知是紧也是慢，人生敢会足困难？咱已经做阵几落冬，看着你。为囡仔变大人，阮的心内有一个希望，望你健康平安快乐，花蕊百日红。唔敢讲阮是一个好模样，相信你。家己一定会晓想，有一天等你搬过人生的围墙，你嘛一定会唱。伊仔困，一面大一寸，伊仔小一面大一笑。金大汉是哦，啊，这个啊，新台湾歌老台湾情嘛，是台是。台湾、啊，你用另外一条歌吗？新台湾歌老台湾情、啊。哦，新台湾歌老台湾情是迄个专辑的，对，對是因为迄、那个内底拢是全部拢是家己创作的。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所以你真要多才多艺啦哈。无啦。啊，带助弹助唱，啊，你搁带你作词，啊，带你搁作曲，哦，啊，金大汉，啊，咱嘛要用这条歌要来祝福咱所有的听众甲观众朋友，大家拢总会当健康、平安、快乐，花蕊百日红。啊，是是是，赞赞赞，回力百样。啊，真感谢啦哈。当然，大汉了后，啊，你啊，一切当作成功的啦。啊，问题是讲，啊，你成功，啊，你要来做一个全方位的艺人，你哩感觉讲，啊，你欠一块。嗯。哦，啊，就是讲要来做电影的。导演啊，敢是安尼？你敢是你一世人的梦嘛？到最后嘛？迄个时阵啦，迄阵是讲有一我即大我不想要退休。嗯，我那迄做咧导演椅啊顶悬的话，椅背欠咪啦，啊那转往生去，安尼嘛好。我认为迄个所在是最后的迄个人生的一个梦想。有梦想，所以有梦想。对对。结果唔知讲做导演，你若要一个人起笑，还是要一个人赶紧走路，就叫去做导演就足紧嘞。因为现在做导演的人吼，咱那个浪漫，心肝咧要有伊个浪漫的。对啊。所以有当时人讲，为着这个物件要好看，无惜一切代价。对啊。什么物件？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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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退房出来再输赢。嗯嗯，所以变做拍四支电影、五支电影，了五支这个负债五支，嗯，变安尼去，还不多。所以伫2020年嘛，也是去年的8月7日嘛、嗯，差不多一当前啦吼，你就来召开记者招待会，嗯，来宣布讲破产吼。是。哦啊，当然你无走路，嗯，你面对现实嘛，啊，一切为了啥？要来拍电影，要来做导演嘛，要来演电影的导演梦嘛，嗯、哦啊，第四这款的效果，啊，当然你拍五代片啦，吼、嗯，啊，伫遮吼，我私底下想要你请教，那那不，敢讲拢总是因为拍电影，啊，第四啊，这个欠钱负债啊破产，啊，你敢有这个爱跋筊？敢有？我这世人吼，我人讲啊、嗯，你有人讲你去跋筊啦，系啊，你安那安那。跋筊，迄财产要去，一暝就去啊，迄上紧的。对，我迄个我看无。哦。马上我会晓拍我想，其他我拢总看。是的。所以我讲跋筊是了时间的代志，所以无跋筊。所以无因为你无跋筊啦，哦。有人要啦，有人安尼要。对，有人讲要是毋是跋筊，无嘛吼，这点咱先讲个清楚。哦，无跋筊，无啊。第二，够包饲查某，我哦啊，这嘛是另一款，有可能会破产，是啊，当然袂要紧啦。对，那包饲查某啦，过去这个狗仔队时代吼，早就给你变变掉啊。哎呀哎呀，所以我感觉第一演艺界查甫艺人难免有一寡啊，查某囡仔来咧，对啊，迄难免啦，迄难免。但是因迄唔是假的啦，伊是讲话要生活到。把你当作跳板，对啊对啊，不要给改，对啦，所以家拢无，哎，色啦、叫啦，啥拢都无。啊，讲去用骗去，用骗钱啊，骗钱，用倒去啊，骗钱有有嘛吼，有，而且骗，啊，你无去骗人，去用骗，我袂用骗啊，都免骗，我认为，譬如讲我即摆借你钱，我借你钱啊，你免写啥好啊，是，我认为人是讲信用嘛，一句话嘛，是，所以种问题出在倒呢，就是讲。彭姐姐，我欠你钱，嗯、我唔免还。彭、嗯、姐姐，你欠我钱，你也还。嗯，伊基本无共款。是，啊，所以真单纯啊，就是因为啊，这个做导演拍电影，哦啊五代片嘛，哦啊，这个五代片，我想讲吼，嗯，这个带一片风景走嘛，2011年嘛，是，啊，所以2012年是这个求爱天空嘛，是，啊，2014年啊，就是这个什么，那个铁丝啊，玉玲珑嘛，对，啊，所以个2015年这个赎金嘛，对，啊，最后就是2019年这个众神的停车位嘛，对，咁是，是，啊，你拍五地，咁真正拢全部赚到钱。卖讲无赚到钱，迄是了解家己唔敢讲。我记一个啦，第一期电影叫做《带一片风景走》，有一个基金会甲我讲，哦，因为我有天做一寡这个、迄个活动，伊就讲安尼专款专用，其实基金会是袂使投资的。所以当这个电影就是论上因太太小脑萎缩嘛，宽度的故事嘛，伊就讲我这医生是2400万，伊讲安好，我去找伊嘛。伊讲啊，我今年都关怀年在关怀，拄好，安尼2400万不好利用，对啊，所以我是零成本咯，嗯，应该是免钱。结果啊，就开始订单，因为大家拢编一句话嘛，嗯，要开拍前一天弄好啊，打电话来讲啊，拍摄当时会无过，嗯，啊，我怎么订单啊呢？2400万免咯，我转去甲朋友借一个900万呢，用这个电影去贷款，嗯，贷1500万，赚2400万，嗯。现在票房如何？票房出来是1200万，但票房回收是40%，所以480万加一寡卖电影版权卖有诶，无卖航空卖哩哩个个，拢总收入600万，剩900都无够。嗯，所以我本身咧排1500万诶，这部电影。所以第一集就了钱啊。都开始了。嗯。系啊，过来开始，阮甲伊拼，讲啊无来拼一个棒球。诶，对。我上来棒球诶啊。这个5500万的本事中期，求爱天空，
二度上片、三度上片，所以现在没 DVD 给我看，一点点台也没事，因为他没发现，就只有二度，我要拼那个二度上、三度上片，那怎么那么可能？二度上片，你要先付钱给电影院，付客观的钱，来算哦，一直借钱，一直入，一直入，那台北有一间叫日新电影院，日新，八百位啦，西门町，我想讲哦，今仔日来去带演员几个来去安尼突击检查，让观众欢喜一下，一日入面怎讲？六个，八百人个听侪六个，敢若阮入面人比观众较侪，是啊，所以迄片。我想过浪漫，咱都要讲过，家己介意讲过过程拍出来，那这是唔对的。嗯，后尾也想，啊无两支拢了，按这条了五千几啊，几个拢了。所以呾这个国球的这个球爱天空的了到五千，上少五千万。是，后尾就比如拼迄个替赛球了。对。别第一集的票房有个八千万，嗯，你敢那袂歹嘛，嗯，嘛是了，嗯，伊个破亿则袂了，嗯，我个第二集成功，啊无用八千万标准甲扭来哦，嗯，成本搁较降低，嗯，嘛是过了，嗯，甲第五集我都唔敢相信呀，嗯，第五集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奖金的停车位是都无伫电影一般，是是，但是先迄、那个本钱嘛是了去啊，那都本钱，拍片本钱了去，对啊。所以安尼加加起来，其实嘛无讲济，加讲大家讲讲的遐两亿外加多个，是因为你这个负债底下，对啊，个高利贷啦，你爱还个少啦，我爱还唔敢讲，无加利，哎呀，啊都一直去啊，是是，啊所以你想讲吼，伫台湾做一个导演要拍电影吼，要这个拍出啊，这个已经咱讲的跟运动有关系，然后你就是讲求爱天空嘛，啊了五千万嘛。哦啊，一部我感觉讲，迄家即个票房有破亿个吼，嘛讲历史上讲安尼卖了上佳好个啦吼，票房上佳好个即个种即个啥加隆，卡隆，系卡隆，加隆加隆嘛吼，加移动吼嘛加卡隆，啊，即个够赚到钱无？伊嘛无赚钱，根本无。啊，伊票房算上佳好个啊，但是伊都无赚，伊成本真悬啦。哦，伊所有迄个棒球场是顶起个。嗯。好，阿个个是本出外景啊。嗯，日本有代办有就是上电影院，但是日本人一年拍棒球电影太少，所以资料就落来啊。嗯，所以这是魏德胜啦，魏德胜伊就是爱去看的多啊，你知嘛？所以伊讲是海角七号探个变鬼嘛。对啊，伊五亿几个票房，根本无人破的。是啦，是国片来讲。是啦，所以虽然讲以棒球为主题，而且个卡通。阿、啊、嘛是了钱啦，票房更加好，阿、啊、嘛是了钱嘛。啊，个一部电影，看看那么有大势，就是、打好然后志气，志气，志气。哦，阿听讲了钱，嘛无赚钱，无赚钱。嗯，嘿，伊伫个过，伊伫个伊阵叫做过年档。嗯，迄阵啊号称《天龙八部》，嗯，因为过年期间八集片，伫过年遐上，大概拢了。是是。看到有一个人较会赚钱的，叫做低狗粮。打败了都留意，是啦。不过阿免这个失志，嗯，我也要加你这个来勉励啦吼。你破产一届，啊，这个川普啊，嗯，不要做个总统，迄个川普啊，嗯，伊是破产六次，叫照样选上美国总统啊。啊，你那一届尔，敢是啊，当六届做总统啊？哦，啊！你看现任的总统叫做拜登啊，嗯、哦，啊！你想讲伊偌惨呢？伊拄啊打当选联邦参议员哦，二三十岁哦，刚二十九岁啊几岁？安尼某就死啊，哦，啊，查囝足细汉的也死啊，哦，啊，到中年的时阵吼，哦，到中年的时阵，伊佫得着一个种脑瘤的重症啦，脑瘤啦，嗯嗯、哦，拜登哦，啊，到食老了后上界疼的。这个后生还佫得脑癌，佫过身啦。哦，啊，你想讲，安尼人生遐尼惨，七十八岁，佫来当选总统嘛？哦，咱讲真呢，所以佫较困难。哦，有挫折，有困难，何里讲拍落，嘛得爱佫爬起啦。哦，啊，苦得半半呢，桥仔佫向前行嘛，啥物咱唔惊嘛。哦，这是你教咱啊，这个一种哦，是啦，啊、特别来宾啊，彭恰恰来互相勉励啦。哦，这当然过程是真辛苦啦，
吼、哦，要徛起来，要再向前一步，这个过程、啊啊、一定要足坚强的。对啊，对啊。好啊，无咱过来听一首啊歌曲来。虽然风雨这呢多，虽然寒冷也袂退，天公伯啊，你着爱疼惜，疼惜一块可爱的土地，勇气一定着爱提，信心嘛是咱家己的。啊，非常感谢！拄只这条嘛是咱特别来宾彭恰恰所作词啊作曲啊，就是2003年的《抗煞大合唱》。啊，当然最后咱搁要来讲一集啦吼。我感谢去年11月15日啊，咱彭恰恰啊来到台南啦，我住的所在来我看啊，我非常的感动。迄当时你有送我。对联啊，用我的名吼，水饼哦啊，送我一对对联啊，现写的吼啊，你写讲啊，水起风生，祥云涌，嗯啊，贬起后人，万人颂嘛，对对，万民颂，哎，万人颂嘛，对对对，万民颂，对对，啊，所以呢，今天我嘛是爱来回声你一对对联呐吼啊，拄只咱都讲哦，你唱歌啊是你的原名嘛，啊尾啊你有改名做即个一种歌唱嘛，是哦啊，所以我就用歌唱啊，赶快你的名啊，我做即个对联吼，未来啊你回赠的吼啊，我所写的就是讲高捧金钟五次郎，上气无风三尺浪啊。啊，我想讲吼，我安尼亲自写这对联，当然甲你袂比拼啦。哦，啊，不过你嘛知影讲，这个高捧金钟五次郎吼，唔是咧讲一夜五次郎啦，哦，是你揢啊金钟奖哦，你揢五届啦。哦，高捧金钟五次郎嘛，啊，就是咧讲这啦吼。啊，上气无风三尺浪吼，这个上气啦，上气啦，哦，上气啊，这个上气其实就是。新的这个一种美国电影啦，上个新的美国电影哦，啊，这是咧讲一个一种功夫大师吼，哦，叫做上气啊，这个主角啦，哦，啊，这个主角哦，啊，你也知影讲，这是这个啊，漫威啊，漫画的这个人物啦，嗯，哦，啊，这个上气啊，这个主角也是讲上个有男子汉的气概啊，但是呢，心肠啊嘛真脆弱啦。我相信这嘛是咱特别来宾啊，你的写照啦，哦，啊你嘛是因为拍电影嘛，吼，上次就是电影啊，嗯，啊你拍电影啊，地叔讲啊无代无志，啊煞来安尼亏损累累，吼，啊买也无多，都爱做这款的宣布嘛，啊但是你嘛无放弃啦，哦你嘛无走咯，哦你嘛是要勇敢来面对嘛，哦那希望一天可以当避开嘛，哦啊所以我讲啊上次。啊，无风不起浪，哦，上气当然在讲啊，上气上该气，哦，阿麦西讲啊，一部电影叫做《上气》，无风不起浪，哦，无风带三秋影，嗯，哦，啊，就是讲无风不起浪，啊，无风三尺浪，对不对？哦，拢总是啊，拍电影说嗨啦，是是，哦，就是安尼，啊，你有学会无？无无，来，我这边给你来，好，你好，你做纪念，多谢东东。哎，啊，时间有改过啦，本来讲9月19日嘛，啊，咱临时改9月15日吼，啊，提前两礼拜，啊，所以就有改过，哎，冇意思。那有改过上珍贵。哎，对对对对对。谢谢，多谢东东。哎，啊，你最后你有啥物这个教训启示啊？要甲大家做一个分享一个。哎，人讲知足常乐吼，你每一句成语拢有意思啦。所以我即马，我即马深深体会着一句话，就是讲，咱但平常时啊，啊，
会记这四字，做代志就袂遐冲动，来知足常乐，送给大家。是啦，这就是咱今日特别来宾彭恰恰，甲咱大家最后的一个分享哦，知足哦，知足常乐、所以嘛，要甲大家啊做伙做一个啊勉励啊，真无简单啦。哦，啊，会当请到啊，咱的特别来宾彭恰恰来到啊，这个现场啊，到咱一个非常愉快、充实啊、丰富的一个啊，这个星期天哦啊，伫只在的厝来感谢你哦啊，嘛要啊，你祝福哦，一定有法度搁起来，谢谢哦，无问题哦，不怕不怕，咱下礼拜同这个时间空中再相会啊，多谢，多啦，谢谢，谢谢张总。